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from Mozi's book of Mo Tzu, book 4, Universal Lov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ace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 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Mozi 是公元前460至391年的中国哲学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周游列国，试图说服统治者放弃征战的计划。墨子的理论包括反观自省以获得真知，在社会关系中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他主张克己，不沉溺于物质或精神的放纵。墨子的哲学认为，一个人的行动必须能为百姓谋求最大利益。现在我们为您播出墨子兼爱其中一段墨子的教理。兼爱上。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他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对他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就不能进行治理。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医治。如果不知道疾的根源，就不能医治。治理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治理。若不知混乱的根源，就不能治理。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他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若考察混乱从何而生，会发现它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这就是所谓混乱。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因而损害父亲以自立。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因而损害兄长以自立。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因而损害君上以自立。这就是所谓混乱。反过来，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上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的所谓混乱。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所以损害儿子以自立。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弟弟以自立。君上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以自立。这是为什么呢？都是起于不相爱。即使在天底下，做盗贼的人也是这样。盗贼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盗窃别人的家，以利自己的家。盗贼只爱自身，
不爱别人，所以残害别人以利自己。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起于不相爱。即使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也是这样。大夫各自爱他自己的家族，不爱别人的家族，所以侵扰别人的家族，以利他自己的家族。诸侯各自爱他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攻伐别人的国家，以利他自己的国家。天下的乱世全部都具备在这里了。细查它从哪里产生呢？都起于不相爱。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弟和君上像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呢？还会有不慈爱的吗？如果看待弟弟儿子与臣下像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慈的事呢？所以不孝不慈都没有了，还有盗贼吗？如果看待别人的家像自己的家一样，谁会盗窃呢？如果看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谁会害人呢？所以盗贼没有了，还会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吗？如果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自己的家族，谁会侵犯呢？如果看待别人的封国就像自己的封国，谁会攻伐呢？所以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都没有了。假若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国家与国家不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不相互侵扰，盗贼没有了，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像这样天下也就治理好了。所以圣人既然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怎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鼓励相爱呢？因此天下的人相亲相爱就会治理好，相互憎恶则会混乱。所以墨子鼓励爱别人，道理就在此。兼爱中，墨子说，人人处理事物的原则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以此原则来处理事物。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害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如果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不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不相互融洽协调，
这就都是天下之害。既然如此，这些公害是因为不相爱产生的吗？墨子说，是因为不相爱产生的。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国家的力量去攻伐别人的国家。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而不爱别人的家族，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去掠夺别人的家族。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所以诸侯不相爱就必然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不相爱就必然互相掠夺，人与人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残害，君与臣不相爱就必然不会相互施惠与效忠，父与子不相爱就必然不会相互慈爱与孝敬，兄与弟不相爱就必然不会相互融洽协调。如果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富足的就必然欺辱贫困的，尊贵的就必然傲视卑贱的，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举凡天下祸患、掠夺、埋怨、愤恨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不相爱而产生的。所以仁者认为他不对。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既然这样，要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应该怎样做呢？墨子说道，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之身就像自己之身。所以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掠夺，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残害，君臣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相爱就会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大者就不会控制弱小者，人多者就不会强迫人少者，富足者就不会欺辱贫困者，尊贵者就不会傲视卑贱者，狡诈者就不会欺骗愚笨者。举凡天下的祸患、掠夺、埋怨、愤恨，可以不使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而生产的，所以仁者称赞它。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它也是天下一件难办而迂阔的事。墨子说道，
天下的士君子们，只是不能辨明兼爱的益处，辨明兼爱的缘故。现在例如攻城野战，为成名而杀生，这都是天下的百姓难以做到的事。但假如君主喜欢，那么士众就能做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之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事。凡是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随即损害他。实行这种兼爱有什么困难呢？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他行之于政，世人不用他实之于行的缘故。感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师徒之间节目，下周四请继续收看墨子的教理兼爱第二集。焦点新闻后请观赏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愿上苍赐予您和您所爱的人爱、福泽与和平。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here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Join us again next Thursday for part 2 of Mozi's teachings on universal love. Up next is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heaven grace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with all love, blessings, and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